Вот. И вы победили в обеих турнирах. 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, это Китай, это ваше место удачи? Когда я была первый раз в Китае, это, конечно, да, незабываемые для меня были эмоции, потому что... 第一次来到中国对我来说, 肯定是非常难忘的。 因为如果说到城市的话，我去过重庆，城市规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们去了市中心，登上了摩天大楼，可以看到城市的景观。在另一个摩天大楼上，可以看到河的闪耀，所以城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如果说接待的话，同样是非常劲爆的情绪。中国的粉丝非常狂热地支持我，送给我了比我还大的玩偶，现在还在我家，所以非常想在转年就回到中国。但是由于疫情，本该在中国的比赛挪到了意大利，我当时不能来中国了。但非常高兴的是，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了，我最终还是回来了。来到了中国，非常酷的是四年一度的体育盛会举行了，每次我都被中国粉丝的难以置信的热情所感染，我无法相信这里如此热爱花样滑冰，这样的喜爱和支持选手，我在这里得到了难以置信的支持，这很令人高兴。Это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.